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半仙儿。今天早上呢，咱们吃这个鸡蛋加一碗这个燕麦片。早上呢，现在基本上都是到塔吊上面来吃饭了啊，非常方便。煮一个鸡蛋，然后冲一碗燕麦片，或者是煮点面条啥的。今天这个鸡蛋没煮好，看吧，还是这种稀的，但是也还行，我喜欢吃这种，非常舒服啊。两口一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呢是咱们农村啊自己家养的土鸡下的蛋，太噎人了，没有燕麦片吃不下去。